在两千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口号叫做“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”，但是迄当时，因为大家经济拢介好，大家拢袂记得这个赏赐咱万面的上帝。在即马这个时阵，咱有真侪无稳定的环境，所以大家人的心中总是无法度充满愿望。只有耶稣是咱心内的愿望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》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无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是世界的主宰，伊是世界的主宰，信靠伊的名出黑暗，有伊生命会搁较好，有伊万事拢当我好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甲你边仔的人讲一下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跟你阿伯的人讲一个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伊是世界的主宰，信靠伊的行出黑暗。生命会搁较好，有伊万事拢通我靠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甲你头前个人讲一个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我惊头前个哦，无人通讲啦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安尼就对啊啦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是世界的主宰，信靠伊会行出黑暗。有伊生命会搁较好，有伊万事拢通我靠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伊予咱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，伊是世界主宰，伊是世界的主宰，信靠伊会行出黑暗。有伊生命会搁较好，有伊万事拢通我靠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新的生命，只是永远的路。耶稣是现代人的愿望。让破声来荣耀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